乔氏台球桌，央视中式八球国际大师赛指定用台，全国2000家高端台球俱乐部的选择。乔氏台球桌，大家好，我喜欢乔氏中式八球领导者。你好，刘鑫。你好，石鑫。双方选手争夺开球选择权，听我口令，预备，三、二、一，开始。刘鑫获得开球选择权。欢迎球迷朋友们继续锁定本昌电线乔氏杯 Remasters 2014中式八球大师赛分站赛江西南昌赛。我们在这个时段为您安排直播的是现在画面上的刘鑫对阵大家都非常熟悉的石鑫。比赛开始，第一局刘鑫开球。14号球底带，有点尴尬啊，这个位置接下也不合适，单打更不好。改变计划，先打13。角度依然是不理想。没缩够。下调三，二号球底单，这种六号球对石鑫来讲应该是不用 K 啊，直接打底带。角度如果好的话也可以 K 啊，当然有 K 是更好，角度偏大就直接 K， 只是往带口赶一赶，角度偏小的话可以推一库啊，再勾它。比较直啊，干脆单叫。
这个缝隙，九号球下面的缝隙啊，可以钻过来。点差不多，就是力量小啊，力量大，线路和走的距离就都应该合适了。执行七号右边中带也是有下，所以现在可以连打带防啊，打六号叫七号。直接推就可以。六号球中带，六号球底带。下焦点，八号球中带。七号球底带，好准啊！八号球底带，第一局石勋胜，比分1-0。第二局石勋开球，三颗。对。不算。14号球底带，现在难点是15和10啊。这是他想象中的啊，叫到13的位置，然后用13叫15和10左边的中带。
确实不好开啊，这个球。现在一号球翻带的线路好像都被九号球挡住了。建议石鑫现在不要打七啊，打左下角这一颗 K 一号啊。K 球的线路真是非常精准啊。十秒，一号球中带。脚位不方便啊，不选择。九号球得带，八号球底带，第二局刘新胜，比分1-1。第三局刘新开球，进了唯一一颗就是八号。你现在看一下局面，是复位还是？可以，算进球，算进球有效。有心考虑之后，决定八号球复位，复在
直球点上。要是叫白球叫在二号的右半边啊，二号的右边还是可以打五的，如果叫在二号左边的话不太舒服。这回只能推七了，推七倒是正好可以叫到五，但是叫到五的这个角度会比较薄啊，这个比较薄的角度会让白球交一号左下角底带、一号右边中带等等都不太方便。这个效果非常好啊，十二好像也是打不到。不好说。刚才这个机位如果再偏右啊，再往右移一点的话，看得比较清楚。十二号球底带，已经是扎了一点小弧线，而且是勾到的啊。张博也在场边关注着自己师傅的比赛。刚才在比赛开始之前啊，在场边随便练几杆的时候，实心的这个准度的状态就不是很好。五号球底带，比较薄的位置，下不了杆法，关键就是力量，还僵僵的不行。一号球中带，一号球翻中带，一号球中带，还是切了啊。好球啊，反赛的切球非常准。八号球底带，第三局刘新胜比分2-1。第四局石鑫开球，五号球中带，五号球底带，这五局面突然间就豁然开朗了。总体来讲还是全色好打，因为一号的位置比十二强很多。
有一点左塞啊。这个位有点不大不小。三号有下是没问题，看看能不能啊，还够不够啊？底杆撞一下十五。世新的本意应该是想将将的停住啊。退下来最好是能够连打带防，咦，防也没防上。八九底带。第四局世新胜，比分2-2。乔氏台球桌，央视中式八球国际大师赛之定用台，全国2000家高端台球俱乐部的选择。乔氏台球桌，大家好，我喜欢乔氏，中式八球领导者。第五局刘鑫开球，十一右边中带看样子有下，现在如果十号有的话就可以打。现在的问题就是九号球，十一号球中带，好的，这样起码是给九号球右边中带弹出来了。这是有点找麻烦了啊。好危险呐、翻中带，九号球底带，翻底带，
这样进球的线路、进球的范围啊会比较小，会更难翻的。嗯，准啊，八号球底带。第五局，石鑫胜，比分3-2。第六局，石鑫开球。好球叫了一个底带，可能是太直了啊，刚才连推一库叫十号中带的线路可能都没有了。这个地方打十一的话要把九号往尽量往带口上赶啊，还叫这颗，还是叫九。改变主意哦，这个地方出得来吗？这样 K 的话好像还不如是 K 到九，然后叫九号左下角容易呢。真的是啊，问题就出在这儿。四号球底带，好准啊，有单下，这个角度还够 K 吗？似乎是够。可以不绕台啊，轻推就可以。八号球中带。第六局，刘鑫胜，比分3-3。第七局，刘鑫开球。
球小了，本意应该是再多走个二三十公分。一号左上角底带也有，所以可以先下来啊。好像是看到了王云也在场边观战。这个位置打哪颗都行啊。八号球底带，第七局刘新胜比分4-3，开球清台。第八局石鑫开球。犯规，哎呀，石鑫的开球啊真是老大难问题了。先后自由球，十号球两个底带应该都是有效，这球应该是果断选花色球。10秒，延时。对方的球上面可以叫到九号球，不过刘鑫的杆法好像是不想开到。
角度如果偏大的话可以推脚两步。嗯，比推脚两步的角度还大，那就推一步没关系。这个位置可以左塞啊，打十。场外观众请保持安静。白球吃到上方的短裤，从七号的左面钻过来。嗯，这个线路也可以啊。如果比较直的话，打底带比较容易。八号球中带。嗯，选择中带。八号球中带。第八局刘新胜比分5-3，官方暂停5分钟。